塞拉会赢就是很惊喜，很喜欢数字大的。其实塞拉赢不赢是取决于你对对面的牌的理不理解，就是你大概算得出他最后会出什么牌，那其实就还蛮稳定的。那你说，会被杀人控制啊？不会啊，我好几把都用这个女巫师去撞那个对面的那个杀人，就是他打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直接去压制他。但是这个场地加倍好像有点不舒服哦哦。嘿嘿，不爱。2000 years later.
赢啦啊！假的。Snape， 不要贪心，拿左边跟中间就好，右边不拿了吧？不要贪心，右边就放给他。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！ Snape， 这个场景加倍有点恶心啊！我讲实在的，但我要多花一张卡去撞这个。我不喜欢这个场地，是因为它只要一出来就决胜负了。那、啊、这边我也不用钱了。请问一下，我是赢了吗 ？Coincidence? I think not. 他应该是有女巫啦，然后给他转了。现在怕的是他可能会有金龙哥，对吧？打一个星星。大一点的话可以这样，我觉得没有啊，我觉得没有。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他 ，Oh my god！ 他是那个，他是那个月女魔剑客。然后绿巨人对不对？哎，这两天也蛮流行的。他怎么我都没闻到？果然啊！